音效，粉红之杯，你看，点购买，抱歉，已买，我就是这么快速。M2 太贵了啦，白痴哦、喔，没那么有钱呐，我也没有那么海，好不好？我会守护你。幸福看车时速就知道是车手概念，不是车手概念，是安全驾驶，好吗？你一直顾时速，你一直顾时速，眼睛一直去看也是危险啊，对不对？你还不如说，前面车多快，你就保持安全车距，跟他一样快就好啦，对不对？你看这个，好可爱哟、哦！真可爱，这个 skin。哦，僵！哎呀 ，BT4。嘿，对。好美啊！双马尾 BBA 干过分，但是事实也没有 BBA 啊，干三十几岁而已，还好吧。纸杯可以练，好不好？弹道型可以交给我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前几天打球回家，300公尺路程，满头大汗，没戴安全帽，想说不会这么衰，遇到警察，结果就干，就戴着嘛。这种就是很邪门的嘛。其实习惯了之后，觉得没戴也才怪怪的啊。你们状况不太好哦。哦，不太好哦，呛哦。叮叮叮叮叮。帮你找法，英雄永不消逝。治疗光束变粉红色，大家看不懂了啦，看不懂了。年龄只是数字，皮肤、身材、心态都还 OK。干，跟他那么熟是不是？干对吼、哦，还有复活，快点被打死！我来，叮叮叮，继续战斗吧！音效超赞的，我看到一道光，来接我。怎么粉红大便夹在中间？劝 PT Andy， 谢谢。大家都换这种头，太屌了吧！谢谢 Team 811120。应该都睡了，我 rank 没打完啊，不过这么晚打很臭哎、欸。
什么东西？一边看我一边讲，你想干是不是？那个方法很好，早说了。前几季多少分？那就金牌、白金屁股那样那边啊。喂，听到吗？欢迎来到好莱坞。听到。做好防御准备。还不他妈抢半？哎，fuck you 啊！小卓，谢谢。干洗呗。干，最讨厌打 rank 了。可是反而要把分数打出来才能换金武。本我不拘于形。哎呀呀呀呀！早起的鸟儿。要雷你，不会了，你好好用。攻击方将于30秒后开始行动。巴西的 rap， 刚才订阅 Reno Cool， 谢谢 Reno Cool。还剩60秒。
坚持下去，战斗快结束了。恶习破坏不会啊，你可以睡觉啊，我没有不准你睡觉、啊。微转机，胜者即为正义。扣的大，对啊，应该是可以的，放心。还剩三十秒，紧张！我干，你起来这里太会炸了。比较快。0-1，攻守互换。这个港粉。口误：心灵祥和奥米加上去点。选择英雄。啊？两个补了，靠背，还要玩什么？职责就是保护你们的安全。不会玩 B 七呀？该行动了。晚上好。对面那个四炸真的蛮漂亮的。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队友
他是他可能位置真的丢的超好，他爆炸的时候一个滞空这样。距离进攻还有三十秒，就像以前一样，治疗就交给我吧。礼物给你。正在执行备战程序，最佳化调整策略系统。凶啊，那法拉！身边，第一把，真是屌炸！目标停住了，快让他动起来！我可以发动绝招了！战斗，丢！战斗数值超过预期，放下武器，我强化你了，上坡无人能挡。我正在入座，慢烧枪。一暴击！我的绝招准备就绪，目标即将抵达。这是送的，这是送的，不会来不及。剩下冰彩明天是。还会炸这个枯木伞吗？这个法拉好强啊！来那儿这一招啊！丢哪？啊！一点断了。他直接骂八旗子。What？ 靠背。太大声了啦，小声一点啦，小太大声，这样太大声，太大声，太大声。那、哦、我帮你调小声一点。为什么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不要，不要。啊、我这边可以调分贝量。小声一点，太大声。干，89分贝还好吧？
很大声，八九分很大声，好不好？骑摩托车八九分贝已经被投诉了啦。啊，八十三呢？嗯。What？ 这样嘞？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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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后面的 What the fuck？ 这样可以。What？ What the fuck？ 现在进入国王大道。但之前都是这样啊，为什么突然变？我也不知道，换变大声。你要先抢先赢，而且我有利，而且我有死还不睡。What？ What the fuck？ 我的视讯好小哦，大一点点好不好？来这里好吧，可以吗？怎样啊？就要小。我想干你！死亡，跟我小荣耀，我以荣耀赎罪。好洗澡，躺在看台中。谁说？我想干你！这谁说的？谁说的？你说的啦！我说的。干你娘的！我什么时候讲的？八十九，八十九，八十九。我想干你！哪里呀、啊？我什么时候讲过这个？有吗？你是不是想干人家？你好帅，我想干这个。我想干你！超白痴。哎、欸，队友不是刚刚的、哦，是。真入。国魔无敌响。我的龙魔已躁动着。抱歉。勾的。专心哎！啊，靠边！死定你了！危险！我操！也有命 ！Help！ 死的 Help！复活啊，干你！我们的英雄永不消失。好枪妙！我真是讨厌。敢接吗？谁是对决？对面真对决。哎！果谢谢。月月吞噬我的敌人吧。谢谢 Rush Azur。目标已被敌人占领，阻止目标前进。龙魂锁定你了。疾风横扫一切。战斗还没结束。让他撑得住，敌方火力强大。没被炸爆，拿去。那半藏很扯，过还爽的半藏。双杀，
你要不要换法拉？看那个报纸。我不会轻易换法拉，可是我会变那个牛仔点烂呢、啊。我们像阵营一样啊。死在这上面了、哦。嗯。他想干嘛？超级种族。要吸了，我先，好漂亮！守护天使在此，无人能挡，他们回来了。暴风的力量，注意，过来治疗。过了对不对？应该不怕。对，没事啊。好啦。不要了。操他妈！我的绝招还在蓄力。不大了，好。准备进行战术锁定。灵魂之力。看，听见，法在后面，法在后面。这位置死不太高。绝不屈服。正义从天而降。我敌我食肉！死呗！走在前面的吧，我的妈！要锁定，无可逃脱。飞回去吧，所以我就知道。
备先，准备先。他们现在是用那个路西欧在拖时间，是不是？是。没事吧？有大局，我一年了。妈死逼了！好黑的吧？这边。金牌台，好吧，这边都金牌 ，OK， 金牌台。宝宝睡好吧，宝晚安，宝宝。哎，不要爆雷啊！你们如果聊那个、那个，剧情。死亡伴随荣耀，我以荣耀赎罪。我想干你出处，实况精华被笑妄想症。2015年，真假的？2015年这么久以前了？我想干你，靠北！啊，刚有个 Rose， 我想干你，罗莎罗莎，谢谢。感觉没有别的声音。还有30秒，我看你存了很多音效哦。你很鸡巴关掉了，很大声，超靠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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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是你自己说要放的，我们你可以他妈的放一些不会被告的好吗？可以吗？可吗？哦，好吧，可吗？好了，干这也会被告，他自己播音，你还要告我？你笑人家，干！刚笑最爽的是你，好笑啊！干，要你死他妈偏偏是你啊！妈的，做贼的喊抓贼啊！星星跳上来电我是他妈有病！哦，很多盾有点麻烦，哎，你 healing。哎、欸，断不得死！哦，干，打进去人啊！一点小挫折罢了。后面，各位英雄，我干被骗了，算他厉害，是要换一下。可是，奥卡米奥，你有困难。我不知道是怎么样。我们还需要你。这次绝不会失败。灵魂之力，动心。我等大开开掉，我就换角色。好。敌对全灭。龙魂锁定你了。是，他是。不相信！
漂亮。红光红光，进来进来。应该没人了吧？没人了，剩一只女的。好，施工施工。他们这阵我要换什么？应该是七六吧，都可以了。法拉真的不行啊，对面法拉有，对啊，对面有牛仔还有半杀，那你就不要换，那你不要玩法拉，你可以玩七六。他还跳上来定我，毛病。大敌又快好了，这十月我他妈搞的，那个连斩太强了，那个连斩太强了。回来战。女坦的话，我必须赎罪。现在到了。不换脚吗？因为我有打了。好了，红红好了。干、啊、我又被复活操，想换换不了。靠北在哪里？没有你我。对对对对对对。你们紫光、啊？没有啊，都死在这。不是应该快不在了？快活！妈，太孤独了吧？浪费了，浪费了，走了。我が敵を食らう。还剩六十秒。我的武士之魂正在燃烧。没了，没了，没了。后面，我后面有一只哦，我在包什么东西？那个是牛仔。哎，牛仔，牛仔，上边。傻小，关我屁事哦。啊！我又复活了，我永远换不了角色。对啊，他最爱你，你死的根本是你。啊！你你啊！哦，死了死了死了，总该没复活了吧？哎，干，可以，没点好。重新来过吧。不要死灰。我在这里。啊！开大猩猩直接逃跑是怎样？我也不知道。站起来！我把后面断掉。哎，射不到，干！一发，一发死，一发死，牛仔，一发死，打掉。猩猩。
死吧！嗯，牛仔。他妈的，没有人了。好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哎，欸，那算有赢吗？有赢啊，我们超过啊，我们超过他们。哦。精彩重播。胖叔叔好强哦，干！他那甩拳，这可以讲，好爽啊！花钱，花钱！哈哈哈哈哈哈！我今天头皮有点痛，你不要害我太兴奋。干太兴奋也不行，太无聊也不行。小干，小声点，小声点。稍难取悦。干白痴，奥拉鲁，海拉鲁，干，你知道我上班，然后中间有两个半小时的休息时间。妈都没在休息，边吃饭边找素材，靠腰。开打喽，开收喽。Do you want me? Do you want me? I love to. I love to. I am. 你是对面半藏油条好强，哎呦，真的假的？他夸你耶。哎，欸，你在收禁忌哦？对啊。啊，还是你要打 NG？ 我都好，我都好。因为我还没打完，我就四场而已。我帮你打完了，无所谓啊。啊喂，随便。拜拜。前往公司凯亚工业区。江你三九一五，感谢。做好攻击准备。哇，谢谢你的订阅。靠腰，超过分的啦。Do you play PUBG？啊，我不太 play PUBG， 很少玩。Hello， 追求。攻击方啊！哇，你们两个屌选呢？屌吧？屌！慈悲来啦！看，我觉得。半藏改成这样，如果我 rank 都可以选半藏，大家不会靠背我的话，我觉得我可以到新高度，比如说2700分之类的。我觉得你接下来就变4700分，敢不敢？敢，学长，该上了吧？他妈的，该打 rank 了吧？啊，还是你在睡觉了？下班了是不是，学长？学长下班了是不是，学长？学长 ，carry 一下了，学长，拜托了，学长 ，carry 个 ，carry 个，学长我300而已，学长。距离进攻还有30秒。卤蛋的时空是换灯片吗？啊，是吗？啊，我超级卡，怎么可能？还是家乡最好。哎，欸，怎么会这样？噔噔，天马过早，这样你是用 studio 是不是？对，我用 studio。哇，那你设定有问题啊！那你先换 classic 先开嘛，晚点再调整。你下次测试啊。先这样，我再来研究一下。先这样，艾琳老师怎么可能？啊，还好，不算你惨，正在测试。靠背，靠背，后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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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干谁？后面谁？后面有一只那个嗨。干，那就有点麻烦。好多了。我这边看都没有问题。我干你俩什么东西啊？哦，视讯头啊。有这个问题，我再另外调。别想阻止我。打完这场，让我那个。好吧。那你自己打顺吗？我自己打顺，自己打顺，那就还好。对。看看谁躲在后面。被那个太骚扰。我的力量变强了，看
好要快快哎，可以，他们真的。看你鸟，我被两个，我撞到两个保龄球，慈悲负，慈悲死。哎，自由的浩影在弄你是不是？对对对。看，可是我哇，这样他这个浩影应该有点强了，我觉得。他也蛮。我刚想帮你抓，我都没有看到他。我来治疗你。我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他妈我实况竟然会卡，没到。是不是？是不是？昨天才被那个不知道，好像国外的大学生问问卷，他们老师想问那个，干你还没打死？哦，干你啊！阿姨啊，你阿姨，你阿姨。因为我这边看 OK， 我包括这边看着 OK。这是我的实况预览画面。干你啊！我居然能射到他。他是视线筒应该有传送器。靠呗！我靠，飞走！再来！继续战斗吧！我的绝招好了。可以了，可以走了，可以打野了。哇，多了！干！太棒了！走啦！透！他们有那个传送器。哎！哇操！这个球，我死了，我死了，还好还好。旁边还有一只视讯筒。好，聊天。拜拜。啊！被抢走了。哎、欸，我会保护你，不会。敢。我大，没办法，为什么我这边什么都是这种强的结论？哎呦，干死！放进去可以。你没有掉章那些都没有？都没有，我这边完全正常，我连预览的画面都完全正常。我要打死那夺命！重新来过，还说人家补血。啊，对吼，烧补师。敌人设置了，他们也没有刺客，其实我觉得 BG 还好哎、欸，会吗？而且现在比你没卡上。二楼夺命！我们打很多人，打很多人。干，夺命你！都不走位的。影阁医师，我这边有看到影阁医师啊。真奇怪。阁现在没有打，我一定要把这张打完。设置了护盾产生器。不要锁定了，我上去，我射掉他，我大了，我也有，七十，等等，他要冲进去，哇，这个应该没办法，他进去死了，哦，够大了，哇操！你就在左边呐、啊，再一把，再一把。我他要死我一锤了，他差点刚锤过而已。是哦、我们被卡了，我们被卡了。啊！把蓝鹰他都打死，我就可以开大了。很难呐、啊，他们太补了。蓝鹰他都不死，我没办法。他们盾太多了，麻烦。只要
开一波。有什么能开就开一开。在后面被挡下来是不是？被狙掉。没球了。哎，有敲到了，敲到了。西就应该从门口来，他们狙击到，死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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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来来，狙击上高。没道理啊，我这边东西都是正常的，为什么现在会累？你是不是？你是不是？选择英雄。怎样？怎么了？你之前编码是用显卡编还是 CPU 编？啊，对，我之前用显卡编。你换一下吧，你晚一点换一下。都忘记了，这场打完。都忘记了。Acquaintances， 谢谢。然后还有 Ring Rings， 谢谢你。刚国外大学生想问什么？哦，没有，他们没有，他们就是有个在国外读书的观众啊，他们就问问卷。还有前几天我不是前几天不是工作，然后打电动，那个打啥电动？干你啊，打问卷。打电动。死亡伴随荣耀。对啊。我以荣耀赎罪。编码过载。我的 OBS 现在显示一个编码过载，请考虑降低影像设定或使用更高的编码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那就是你 CPU 不够了。我的力量变强了。那可能等一下要重开一次，等这下打完。下视讯敲一下吗？敲哪里啊？敲这把打完。对，这把打完就可以了。我现在有改了，我现在直接改成那个显示卡编码了。你说你现在怎样？我不知道是不是，我现在不知道是不是需要重开它才会吃进去。要吧，应该是要，应该是。哎、欸，你没玩输出啊？啊，我刚刚就直接选了。看，都银色的等级还说自己输出不强，是谦虚大师哎、欸。我刚在顾我的电脑怎么跳，现在我可能还是要重开。他们可能会有法拉。你先不要加武功，你加那个七六功。我都武功都在弄高，搞过去，过去，哇，你直接打掉。是两个，两个。哇，被那个牛仔点了。后面，收一。哦，刚好都有对到，没有，因为今天比较大一点点，所以没办法刚好对到。哇，守不下来了，算了算了算了，没了，下来，直接被点掉。嗯。扫荡据点。炸弹鼠整装待发，我们得防守这个据点。查理亚，报道。在调，这样打完你先打好，我出去调到确定 OK 了，我再跟你打。好。感觉要等你吧，万一抢，抢人抢很久哎。没关系，因为我可能会调很久，因为我要重开，我还要去那个，秒没烧头，我还要去哇测试里面测。哇，输了，不行。朋友，谢谢。敌对全灭，别想阻止我。我没办法。敌人在占领据点，我们集中防守。这么巨，来秒杀。再重开看看。没，其实应该是我要换。比二，攻守互换。做好攻击准备，选择英雄。攻击哦，这应该打不进去吗？应该打得进去啊！如果他们的那个一样，如果他们的那个，如果他们的那个。
可能会输啦，但是就是刚刚应该是我要换了，他们两个盾可以出动了，两辅助也是有盾的，盾很多，其实换炸弹术比较好。我先法啦，我先法啦，因为他们那个输出哦，不对，他们如果有牛仔的话，他们牛仔是对面输出最强的嘛，那个 Ken XS，我先试试看啦，大不了我就换。进攻还有三十秒，还是这样子，先试试看。我一样编码过载，真奇怪。我重开了，你要重开 OBS 吧？对啊，我重开了，过载。现在刺客也不好打，不知道该怎么办。那如果还在用吸屌鬼的话，二一，开始进攻，我强化占领目标 A。那个小军，我还跟他聊牛仔，他很会。我怕命中率，应该不是金牌的人。我没关系，反正我就打后面，就正面。有他站着不动。他离开了。哇，又要断。喂，喂，你断线了。喂喂，他们断线，傻小。重返火线。干，怎么会断线？他们都是断线。啊！我现在连不回去哎、欸，连不回去啊！没有责任不行，没关系，输了输了输了，算了算了，没输。这个应该本来就是。比数二比二，攻守互换。攻守互换，做好防御准备。嗯。选择英雄。然后还能踩到一下，应该就赢。人人都是斗士。连回来了吧？还没。真是不可思议耶！什么不可思议？因为我一模一样。因为我要配置用 Classic 没事，用这个表演。我看就是用 Classic 的份。你是用 Classic 的料。Classic 截取到 Fortnite。哦，是哦。对啊，我等一下从观台先对比一下，然后再研究到底怎么。你说 Fortnite 可能就是纯录影吧，应该不会开台。对啊。那我先用，我先买季卡。看你鸟在冲下，你怎么上不去呀、啊？我。防守目标。老龙哥。也好。这边好久。击败啦！哎、欸，回来了，回来了，